你要带他去哪儿？离开。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，谁都不能带他离开。已经结束了，殿下已经得到殿下想要的，而他也不愿意再留在这儿。你今天带不走他，殿下可以试试。 剑，你把剑放下！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谁都不能拦我，义父也一样。 找一队可靠的骑兵跟着，不许抓捕，保护他们。是，我没吃饭呢，给我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，快点儿！ 何许人也？竟敢阻拦朝廷使臣车队！国公息怒，昨日西周王公失了宝物，西周王下令全城搜查，尤其是今日出城马队。哼，你想把盗贼之名加在我安国公的头上？什么人给你的胆子啊？国公息怒，国公息怒，国公。 西周王想借皇宫失窃污蔑我中原人坚守此道，高某迫不得已，为了洗清偷盗嫌疑，只能望国公配合我们开箱查看。你们敢？国公事关国体，只怕由不得安国公了。圆通，在。查。是。你。 查。<笑>
贤，这车上所有的物品都是圣上赐予我们和亲的聘礼，如有损坏，哼，连高贤可吃罪不起啊。是是是是，大胆。将军，没有。高贤，此事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等着回上京受参吧。走，撤撤。你可要适可而止啊。国公，这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是什么？我没工夫跟你猜谜。西周国最重要的宝物就是这西周国的九公主。已经答应嫁给太子。安国公，请即刻带我去面见圣上吧。我本奉圣上圣谕，前往西周为太子求娶九公主。如今九公主愿随本使前往上京完婚。高贤，你竟然如此阻拦，难道你就不怕违抗圣旨，罪犯欺君吗？国公，公主和亲应该备好仪程，风风光光地从王城乘辇车出行。你这般带走九公主，就如同携带私货一般，未免太伤两国国体了。我看还是先让公主跟我回去，待备好仪程，再风风光光地出行吧。如果我不答应，你又奈我何？国公，我劝你还是要三思。高贤，除非你今天杀了我，否则你休想带走九公主。云通，末将在。即刻修书一封，奏报上京。我朝求亲使团回京途中遭遇杀盗，自安国公以下尽数被杀，无一幸免。殿下，我听说今日安国公突然要启程回京，应该是带西周九公主回朝。西周的状况现在举步维艰，西周王拱手把嫡公主送去和亲，这倒没什么不妥。既然有安国公在，他高贤跑去西周王那里做什么？殿下，圣上的谕旨到了，宣殿下即日返回上京。高大人已经在军营中等候殿下，准备护送殿下回上京。下去吧。是。
五皇子。高将军，近日天冷，你何必亲自来送啊？五皇子，在你回上京之前，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高将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家父和皇后娘娘在书信中特地交代，要促成你和九公主的婚事，日后在你夺储之时，会多几分胜算。多谢高将军费心了。那我就不打扰五皇子的雅兴了。末将告退。死活人一定要带回来。明白。快给我追。怎么样了？只有一匹马，他们的踪迹没有完全被雪所覆盖，应该刚走不久。高显人下手没轻重，你速带一队人马跟上，记住，一定不能伤了小峰。是。
若遇拦截，拼死也要保住卷宗。是是。殿下，这是从信使手中夺来的宗卷。废物，滚！是。高贤表舅，您终于来了。程爷，这卷宗可是我冒着死罪给你送来的。高家的恩情，程爷莫齿难忘。好，等你当上了太子，记着你说的话。是。还有，后面的路靠你自己了。保重。多谢表舅。呀呀，撤。
殿下。殿下，您就耐得住？耐不住就是最后一步。你希望走最后一步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等。是等，但不是等着做砧板上的鱼肉，而是要等待机会。殿下，开门，我有要事要禀告圣上。烦请您出示圣上手谕，末将才好开宫门。开门。殿下，
也配抓我？Thank you.
父皇，是你叫我胜者为王，是你叫我不择手段，你牵定了我野心，为何要拦我？为何要毁我？我不过是你控制王权的工具，对不对？你可曾有一天把我当作是你的儿子？父皇，你出来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的天下依旧是你的天下，可你的儿子已经变成你的敌人了。叛军已全军覆没，太子已被押入大理寺，等候发落。雌雄空中鸣，声尽胡不归？却入空巢里，昼酒终夜悲。
都敢举兵造反了，你还有谁不敢杀？我要是坐到了您的位子，爱杀谁就杀谁。我只是没有成功而已。执迷不悟。您不就是这样才坐上皇位的？你应该明白，这帝王之家，兄有帝功是不可能的。你身为太子，挪用万佛寺佛像的铸铜，暗铸私钱，扰乱国政。如今天下信徒正等着朕给他们交代，你以为你只是手足相残一个罪名吗？我要是没有这么多的罪名，也不用起兵造反。但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，是您！是您偏心，非要立大哥那个废物当太子，又逼着我去斗，现在却指责我手足相残。就算立了我当太子，你还放纵老五查我，让我的太子妃跟着他一起去查案。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承认过我。朕其实一早就知道成吉的死与你有关，朕照样立你为太子。你说朕偏心，是，朕是偏心，朕这是偏你的心。也是朕的儿子，你还想让朕第二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你以为老五就是好东西吗？他心里的龌龊是不会比我少。他背后是你最厌恶的高家，难道你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？若是我失败了，但你真要把太子位给他，你就等着看，以后的天下到底是姓李还是姓高？你若不是这番偏执，这个皇位，这个天下，迟早都是你的。你是朕最想立的儿子。小五，你就是那个顾小五吧？他在梦中都喊着你的名字。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在西周的时候，是在你劫持他的这段时间？你听好了，
小峰跟你在一起，对他来说只会是灾难，他不会幸福。他不幸福是因为你，你的出现搅乱了他的平静。他是我的棋，是你抢走了他，是你们背叛了我。哼，他现在觉得我特可怜。可笑吗？啊！你别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以为是我抢走小峰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和小峰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在一起了，我们是青梅竹马。要不是中原来和亲，我们都约定好了要私奔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是结发夫妻了。你说说，到底是谁拆散了谁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他对我的感情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他为了救我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这些，岂是你一句谎话就能抹杀的吗？你慌了，还在自己欺骗自己。小峰之所以对你有爱慕之心，是因为他之前受了伤，失了忆，暂时把我给忘了。可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，他想起来我是他唯一的爱人，所以我要带他走，带他回西周。不可能。好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定会带小峰走的。古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等着你。设满了埋伏，就等着要抓你呢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要来送死，啊！你快走，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我不走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人会伤得了我，但是都会要了你的命。我之前答应过你，只要你放出鸣笛，我就会出现。以前我试现过太多次，这次我不会。我们逃不掉的。我们会死的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那边快，快，别来了！快，跟上，别跑！快，站住！这边呢？这边，快，快，跟上！快，快，这边。
去的，放手啊！在这别动，阿杜，太子妃，裴昭，走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站住，停了，停了，别再往里闯了，你走吧。君命不可违，我懂。顾忌，保重。裴承彦，你不坏的，快下令停下。裴将军，你帮帮我。让他们停下！歼灭刺客是末将的职责。舒末将不能从命。他不是刺客。放箭！
真相，你一直护着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怎么这么傻？给你看。
跟的人在一起，过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小凤，如果你不是西周的九公主，师父一定会带你走。你应该留在这里，你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带你回西周，带你回家。我俩约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五月正圆的时候，我们约好你在关外的沙丘上等我，我带你一起远走天涯。你说我们上次约好了私奔？嗯。那你怎么后来没带我走啊？是我对不起你，那日突然有要紧的事，我没法来找你。等我到了沙丘的时候，已经过了我们约定的日子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
真爱啊，原来他不是在晒太阳，是在等骑马路过的姑娘。那是敲着月亮，无力敲出了苍凉。皇上，以我们军队的实力，要与中原硬碰硬，还是有些风险。如果要能够联合单吃王，利用单吃的兵力，那我们的胜算就大了。不过，想要说服那个老顽固，还是有一定难度啊。不管那单吃王答不答应帮助，既然已经安了营扎了寨，我不管胜算是大是小，我西周绝对不会临阵退缩的。皇上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赢。赵靖宇方面我去说，要是他们不吃我这一套也没关系，他想夹在中间安稳度日绝没那么容易。也好，你们中原人的弯弯绕，就让你们自己去绕吧。皇上，您的手里也有一个决胜的筹码。此话怎讲？我听说九公主回来两天了。是又如何？皇上，李朝皇帝现在病重，无力顾及朝政。太子李承寅算是半个皇帝，也可以说他就是皇帝。但是，他为了九公主，已经把赵靖宇的女儿赵瑟瑟逼疯了。由此可见，李承寅对九公主的感情不浅呐。我们正好利用九公主，挟制李承寅。这样做和我父王把小峰送去河心来求和又有什么分别？我西周男儿无畏流血牺牲，绝不会让女人站在前面挡刀剑。我与你此次对抗李朝，就是要出一口气，证明给天下人看，我西周绝不是任人宰割、曲意逢迎的懦夫。如果现在把我妹妹再拉进来，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劝你断了这个念想。王上，不愧是有血性的男儿，高显在王上面前相形见拙呀。不过王上可能是高显多虑。王上可知道为什么李朝一直用和亲这招平定边境干戈吗？这说明李朝的兵力是外强中干，要不然的话他们早就派兵荡平西周了，何必等到今日？什么为了黎民百姓，为了社稷江山，也只不过是说辞罢了。王上，谁是胜利者，百姓就会跟着谁。坐江山不能只看眼前。王上，您的未来不可估量。弟兄们，血耻之日到了，拿出血性来，让中原皇帝尝尝我们的厉害。浴血奋战，浴血前耻，浴血奋战，浴血前耻，浴血奋战。哥哥，一定要与李朝开战吗？是是。
是。哥哥，中原并没有要与我们起争执，你一定要主动挑衅吗？见义离贤。况且，我不是主动挑衅的，我只是为了西周找回曾经的尊严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所有西周男儿的心之所向。况且你是为什么逃回来的？难道不是因为恨，因为不平，因为他们让你受的苦吗？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，妹妹。不，哥哥，我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。我原来以为我回来是对的，可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到底。如果你还在中原当太子妃的话，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无畏和坦荡。我冥冥中感受到，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注定。你说的这个，我很清楚。你煽动西周对抗李朝，可这实力悬殊，无异于以卵击石啊！我赵某为什么要和你冒这个险呢？靖宇兄，在西北疆域这个地方，西周、朔部都是我高显的人。就算我打不过中原，也顶多落下一个叛贼的骂名。你以为你夹在中间就能独善其身吗？如果你我联手，加上西周的兵力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在西北之地，我军熟悉地形，后援充沛，他李成银想赢我绝非易事。只要撑到和谈，你我要求独立建国，到那个时候，在这片大草原上，你我称王逍遥，岂不快哉？靖宇兄，你女儿在东宫受尽屈辱，被李成银逼疯了，难不成你现在还选择效忠于他吗？赵靖宇，你没时间了。单吃出三万铁骑前去支援。好，靖宇兄，那我就等你出兵安营。请。大人，您真的要跟高显一起谋反吗？一旦选择这条路，那可就真的难以回头了。我怎么会被这个愚蠢的亡命之徒拉下水呢？那大人，您又为什么要答应他呢？你呀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我不稳住他，就这么一个亡命之徒，他能放过我吗？现在中原也知道目前的状况，如果我加入高显，中原评判高显必定困难，这样朝廷就会开出丰厚的条件和重兵笼络于我。如果单吃不加入，一旦开战，中原必胜。现在朝廷上高相已经被扳倒了，如果我赵某人再回到中原，带着这样的丰功伟绩，
这朝中谁还是我的敌手？大人英明。昨日线报传太子妃擅自逃回西周，那么李成银一旦登基，我的女儿就是皇后了。她即便是疯了病了，她也是皇后。奶奶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听说要打仗了，中原皇帝打起仗来是要灭族的，我们大家都出去躲躲。家都没了还去哪里躲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随着大伙儿走呗。其实要我这把年龄了，走不走的都是那么回事儿，不就是早一天死晚一天死的事儿吗？我就是担心我那儿子上了战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姑娘，你们也赶快逃吧，赶快。爹阿娘，小风回来了，可是你们却不在。裴照跟我说过，如果我回来，我和李成银的事就会变成中原和西周的事。我明知道会这样，还是不管不顾的回来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小风做错了？公主，在你回来之前，王上就已经决定要征战，那么多的西周男儿不惜牺牲，就是为了讨回西周的尊严。他们都是西周的勇士，他们只是选择了他们认为对的事情。可是流血残杀真的没错吗？我以为我把痛苦留在了上京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我不仅带到了西周，还带给了无辜的西周百姓。我应该再忍耐一下，我真的不想看到西周有一天像丹池那样血流成河。不，公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可是我在无形当中推了哥哥一把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。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死没有其他的解脱，可我还是幻想能够回到西周，一切重新开始。原来都是我在骗自己。你没有骗自己，当你站在玉门关城墙上的时候，你心里不是做出选择了吗？你的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只想放下李成银，放下顾小五。当你跳下城墙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放下了。现在的公主不应该是那个为了回忆、为了爱与不爱而痛苦纠结的公主了。公主是属于西周的，阿杜也是属于西周的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之前太过于纠结爱恨之间，忘了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哥哥选择战，是他为西周而活的方式。而我要为西周的安宁而活。公主，你想好了吗？是，我想好了。阿杜也想好了，很庆幸能够这样跟你在一起。阿杜，
永远的好姐妹。哪怕我们最后没有平息这场战争，哪怕我们都为此而死，不后悔。曹吉，在。立即传旨，西北丹之王府，加封赵靖宇为护国大将军，协助平定叛乱。老奴遵旨。太子殿下，旗开得胜，壮怀而归。公主，阿杜走了。将军，明日即将开战，您今夜务必好好休息，您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。嗯，您休息吧。阿杜，阿杜，阿杜。
看见阿杜了吗？他有来过吗？没看到。阿杜不见了。皇上，快讲。皇上，高大人遇刺身亡了。什么？刺客呢？刺客已经死了，现在高大人营地。何人如此大胆？